型豆芽工厂，每天有几千筐的豆芽菜，那这个筐子怎么清洗呢？那这台洗筐机啊就可以给你搞定了，它一个小时啊可以清洗800至1000个豆转筐。这里边呢有100多个高压喷头，360度旋转无死角，清洗得非常干净。底下呢有3个水箱，可以分别放3种水，这个水都是可以循环利用的，高效节能。这一台洗筐机啊可以代替好多个劳动力，而且你可以使用好多年哦。